2013年是中华鲟自然繁殖首次中断，但是从2017年到2021年，这是连续5年都没有自然繁殖，就是中华鲟的自然繁衍现在是存在很大的问题。现在就是最主要的这个保护的措施，就是通过增殖放流，然后补充自然资源，希望能够增殖放流的鱼在10多年之后能重回长江，能够自然繁殖。